What?我们看狗熊这个路线啊，它是抓巨魔这个路线，就是我放弃上面一组石头人不抓，我直接来下面控回到迅捷蟹，因为我中下对线，我让你巨魔前期没迅捷蟹吃，悲伤刷到下面看看能不能顶一柱子呢，要看 missing 这里能不能够指到，看一下这里指直接指到了 3MD， 交出自己的闪现下进化之后被柱直接砍了回来的 3MD， 这里应该是要交代掉了，看一下最后人头给到谁，悲伤收下自己的一血。一开始旧梦卖了个破绽是吧 ？EZ 他打了一个速度也不是特别快 ，missing 想要砍爆炸果实下去骚扰，红色方已经将龙拿下，后续 missing 还能走吗？闪现一直没交，卡了一下时间，红色方上单也是都 TP 下来了。看一下这里 Morgan 第一时间也没有到达六级，不过还是配上自己的控制和队友击杀掉了对方 BiuBiu 的人头。哇，这一波混战最后 W 是一波收割节奏，听我懂，因为他们中下两路线还没有推到对方塔前。嗯，因为他可能对于 V5 可能想着是，哎呦，我看中路又是被晕住，两个人控制链直接接上。前吗？嗯，因为刚刚那个线我们可以通过这波回放注意一下，就在中路就中间的，就这种情况就是对方完全可以过来接的。而且 Missing 在里面卖了好久啊，很肉，自己有这个余震，有 W 的加抗性。Morgan 的进场也很无敌。虽然说最后Missing 是被小东北强行的粘在身上给杀掉，但是最后 W 总体包过来了，双人组都在动，上面马上又是一波五打五。哎，卡牌这里想要先飞 ，biu biu biu， 这里直接被控住了之后，再接柱魔的一个柱子。虽然说 biu 开启自己一个大招在轮回绝境里面，但是应该出来的瞬间还是会被 W 这里给击杀。哎，隔墙交了一个自己的闪现，怎么回事？毒奶了吗？但是这边小白黄牌摆在头上啊，旁边 3MD 已经没人管他了，身上是没有闪现的。3MD 先行阵亡 ，Morgan 也要被换掉了 ，Morgan 是被换掉，但是另一边微微也走不掉，瞬间又是一波三换一。其实对于 V5 来说已经没有战力了，但是他们还想去包。虽然说撑了比较久的时间，等到自己队友过来。但是有点脱节的，是铁男这波也是，你看他们自己把自己战场分割了，而且铁男一开始是受到了干扰，第一时间这个大门开出来，所以一开始血线打得比较低。那这波是 EZ 和想要来抓 Morgan 河道蟹，怎么说闪现过来直接拍飞星是被闪现给躲掉，再走位扭掉催眠气泡之后卡牌直接想要支援，但是第一时间放弃了。那主要是二打三打不过，所以 Morgan 表示我自己能跑就跑，跑不掉就卖我吧。那这种就一个大件了呀。而且上路也看铁男有大招的，先得关一个了，先关一个 Morgan 拉回来，但是 Morgan 不跟你打呀，是在塔下的呀。五包一，你能想五包一个铁男？这黄牌要甩脸上了，那直接等，队友过来只能是目送。是。越一波，你刚刚交 TP 的这个鳄鱼。哎，点探草丛了吗？来了，看见了，点燃直接套上地钩，配合上微微的一个控制技能。这波感觉 Morgan 很危险，最后是被 3MD 发 Q 技能收下。嗯，也又是四个人，你得先刷一个大招，没刷到。哎，睡到了，催眠到了，很危险。哇，拉了一个飞行点燃挂上之后，直接瞬秒掉。这波出事呀，在原地将自己今生的一个莫尔能不能够走掉呢？马老师飞的这个位置有点尴尬，只能隔墙交出自己一个闪现。而在正面 ，biu biu 再一拉，击杀掉对方 miss 的人头，在塔下的马老师交出自己一个金身之后，感觉也很难走。铁男再收下一颗人头，终结人头。这波突如其来的机会，感觉 W 有点崩。再想继续追，悲伤是总算走掉，还亮了一个泰坦的标。因为我刚才也提到了，就左一这个点，它其实挺肥的嘛，就算是各个点路当中发育最不错的那个了。这波 EZ， 咱们想一想，如果他先刮这个小兵，先把兵给清了，可能会好一些。他太想去配合自己的队友，留着还是有点浪啊。对。他直接一个大招把塔下这波小兵清了，可能自己也就没危险了。对 W 来说，他们可能想象的是自己经济优势天大，所以这波哪怕先死一个上单，我其他几个队友过来，我还是能打。打
打是可以打，但是因为这波他站的那个位置在刮大招，其实给到左翼隔墙睡的一个机会。是，对吧？就看 V 五这个左翼能不能够发挥出来了。右五拉了一发飞星，旧梦这里直接弹了，这边已经没有了任何的作战能力啊！悲伤被挂上一个虚弱之后，还被粘住，走不掉泰坦，再一勾拿下了中间人头。哇，这个一个劣势扳回来了不少。这里看铁男有大招了，直接关。直接关刚好被黄牌定住，这样的话可能会扫，哎呦，又 Q 没能 Q 到，好吧，再一张黄牌的铁男一下被动都打不出来了。不过微微也赶到这边战场了呀，这个位置再一拉没有能够拉到，马老师身上有大招，黄牌定了之后直接大招走，能走掉吗？走不掉呀。如果侠五先锋接下来能在中路一撞给到，哎，看一下中路这里三伏击非常的危险，虽然说用进化加上闪现打的是，那他手上侠五先锋，并且微五是拿到了两条小龙啊，这一顶并没能顶掉啊，现在时间还是比较早的，鳄鱼和绕后的机会，一顶想找小龙北的节奏，但是一关刚好关到猫哥，猫哥呢只能在一个轮回绝境之外跟小龙北擦肩而过，卡牌出了张黄牌想天地谁，只能去定个 biu biu 了，又有这个飞机伞想找马老师这个麻烦也没能睡到马老师，同时鳄鱼这波输出环境已经被限制住了，巨魔又有柱子一顶顶到了三个人，卡里萨兴奋剂的辅助要吐出来吗？能不能吐出来？似乎不太好吐了，一直一个大招直接瞬间刮死一个残血的铁男，你再接着小龙北一波闪现，先用飞星消耗一下，但是这个睡眠需要是没有能够睡到，不过在大龙坑里面 W 还吃到了不少 AOE 的伤害，这里一勾直接勾到了悲伤，悲伤向龙坑里面先躲一下 PV 盖的，这里非常的危险，已经先行阵亡了，后续想要进场的微微也倒下，但这个龙怎么说呀，龙还有一千三的一个血量，逞强多，看一下这个龙是谁的，龙是 EZ 的呀，刚才一好吓人啊，这个龙一丝血的悲伤不得已惩戒保了自己的命，大龙 buff 就很好发挥了呀，我们再看这波是哦旧梦的第一视角，旧梦其实这一波他是没有人去限制到的，然后你看 Sam D 一下一下 A 到了 Missing 身上， Missing 身上插满了毛，他连抱都不想抱，抱不死。好，再看大龙这波，哇，里面全是残血，全部在里面肉搏。是，主要是大龙里面其实是要看左翼的发挥，但是左翼这几下都没有能够消耗到人，而且自己身上也没有蓝，所以就很尴尬了。好，咱们再看悲伤，一丝血受不了了，惩戒吧，交给队友了。嗯。具备一定的这个抢龙能力的，嗯，这里上路再一次交飞起来，汽车马在里面乱拉乱跑，走位非常的灵活，一拉又是躲过，哇 ，biu biu 交一个这个表交完正了，回家出金身吧。所以一个一技能就直接拉开了，是。被逼到了依旧走前面，他身上有山羊鬼是玩家了，但是被 poke 已经放了一个半血了，打掉了一个女坦，女坦根本就不虚拟，反正一个兔子呢再接一个太阳耀斑，连续定你的 C 位了，三 D 也被打出了一个自己的双招，同时一关关到了一个辅助 missing 的泰坦，也这铁男也打不破他呀，对，他被套了一个手虚弱，卡牌一定定到了一手狗熊暂时是比较肉的，往盘再拉扯一下，鳄鱼一个 W 技能只运住了 biu biu， 比如说一个金身躲过了一次一个大招，但是躲不过卡牌这个黄牌 biu biu 已经先行倒在地上，同时微微自己狗熊跳上自己也要丧生于命，一再一波 double kill， 左翼也被巨魔一口啃死，这一波 W 其实是可以尝试性的一波的。对，这一波 V 五开的话，有点勉强嘛，因为毕竟日女很肉，而且他连石像鬼是板甲，第一时间都懒得开，是，就知道你对面伤害是完全不够的。最后泰坦在泉水这里强行的抵抗一下，但是已经是挡不住 W 最后的进攻了。那我们要恭喜一下 WE 在这一场面对 V5 的 BO3 中啊，先下一城1-0领先对手。恭喜 WE。